我来看这题，担任审计工作的人有时会用班罗法则来查账。班罗法则告诉我们，银行存款最高位数字是 n 者的比例约为 log 一加 n 分之一。请问若依据这种说法，则银行中存款金额最高位数字不超过4的比例约为几成？有提示呢，那么最高位数字，那么不超过4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 n，那么要小于啊等于4的时候。那么因此呢，首先第一件事情，那么当呢 n 啊等于一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带进去啊，所以呢就来计算 log，那么一加上 n 大于一啊，所以是一分之一。那么因此呢啊就会等于呢是 log 二。那么 log 二呢这个值，我们把它另成呢是 s1 的话，那么因此我们就得知，那么10的 s1 次方啊，所以呢就会等于二。那么接着呢，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来计算呢，当 n 那么等于2的时候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来计算 log，那么一加上了 n 大于2啊，所以是二分之一，那么因此呢，就会等于 log，那么二分之三，那这个值呢，我们把它另成是 s2 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求得10的 s2 次方，那么这个值呢，就等于二分之三。接着呢，我们再来计算呢，当 n 那么等于3的时候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来计算 log，那么一加上了三分之一，那么因此呢，这个数啊就等于 log 啊三分之四，我们令它呢等于 s3 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求得那么10的 s3 次方啊，这个值呢就等于三分之四。那么接着呢，第四件事情，我们再来计算呢，当 n 那么等于4的时候啊，所以呢就是 log。那么一加上四分之一啊，所以呢就会等于 log，那么四分之五，我们令呢这个数啊叫做呢 s4，所以呢我们就得到啊10的 s4 次方啊，这个值呢啊就等于四分之五。那么 n 小于等于4，我们都计算完毕之后，那么因此我们就来计算呢10的那么 s1 啊加上了 s2 加上了 s3。再加上了 s4 次方，那么指数呢，次方相加，那么就等于呢是相乘，那么意思也就是说等于呢二，那么再乘上了二分之三，那么再乘上啊三分之四，再乘上四分之五，那这个值呢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了是五。那么因为呢我们得到的是五啊，所以非常近似呢是10的0.6990次方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求得 s1 啊，加上了 s2，加上了 s3，再加上 s4，那么就非常的近似于0.6990，那么大概，那么就是呢0.70，意思也就是说呢，大概就是七成啊。所以呢，计算结果，我们比例呢大概就是七成，那么选项 C 呢七成，那么因此呢，选项 C 就是我们的答案。